伊朗、俄罗斯、土耳其要结盟，美国中东战略或被三国同盟彻底割裂。据法新社8月27日消息，伊朗、俄罗斯及土耳其三国将于9月7日在伊朗举行会谈，讨论叙利亚问题。叙利亚位于亚洲西部地中海的东岸，面积约为 18.5 万平方公里，是一个面积不算大的国家。不过叙利亚虽然面积不大，但战略位置重要，是中东地区的枢纽，历来是各方势力角逐的焦点。众所周知，美国在叙利亚有很大的野心，而叙利亚历来是俄罗斯盟友，俄罗斯在中东地区的唯一军事基地也是在叙利亚。2015年底，因为俄罗斯公开出兵强势介入，为阿萨德政权收复了大部分的叙利亚领土，所以俄罗斯在中东的势力影响加大。如果叙利亚的阿萨德政权不保俄罗斯，不要说在中东的影响力，就连军事基地也保不住。原本是美国最亲密盟友之一的土耳其，最近直接加入了俄罗斯的反美联盟。中据媒体报道，8月22日俄罗斯公开发表声明，称将会与土耳其以及伊朗结为同盟，共同打击叙利亚境内的恐怖组织，以及协助巴沙尔政府的收复行动。现在土耳其正在与伊德利卜地区的叛军领导人进行磋商，希望他们能够弃械投降，同时还派出大军与俄叙联军对这些叛军形成了夹击之势。叙利亚全境和平已经为期不远，可以说现在的美军已经陷入十分被动的局面。此前三国总统分别在2017年11月和2018年4月4日曾两次就叙利亚问题进行直接对话，俄、伊、土三国在九个月内就叙利亚问题进行了三次元首会晤，这表明三国在叙利亚问题上的合作正在取得进展。现在美国与俄罗斯、伊朗和土耳其的关系都非常微妙。众所周知，最近美国相继宣布对伊朗、俄罗斯和土耳其发动制裁，在美国的制裁压力下，俄罗斯的石油出口、天然气出口、煤炭出口等都已遭受沉重打击，土耳其也因遭美国制裁威胁，土耳其货币里拉汇率短时间内从1美元兑 4.75 里拉跌至1美元兑 4.91 里拉，土耳其里拉创下持续下跌的最长记录。而最糟糕的可能是伊朗，自特朗普宣布退出议和协议后，不到三个月内伊朗货币大幅贬值，里亚尔对美元已贬值近半。随着美国对伊朗的第一批制裁生效，8月6日生效，伊朗汇率加速崩跌再刷新低，截至7月29日，伊朗实际通胀率也已经飙升至 203%， 创2013年10月以来最高。随着美国对伊朗、俄罗斯以及土耳其相继祭出杀手锏经济封锁和制裁后，已经将这三个同命相连的大国逼到了同一阵线。俄罗斯、土耳其、伊朗受限于经济薄弱以及与美国贸易往来较小等缘故，反制手段其实是十分匮乏的，唯一能够进行反击也能让美国感到疼的只有在中东上下功夫。我们看到土耳其发表公开信，威胁美国将与俄罗斯和伊朗加深关系，在中东问题上抱团取暖，而俄罗斯与伊朗更是直接宣布达成浓缩油的出口引进协议。军事专家指出，土耳其占据了极为重要的地理位置，它的临阵倒戈将会给美国在整个中东地区乃至全世界的战略布局造成致命打击。再加上伊朗这个中东军事强国，俄土伊三国联盟将会给特朗普带来史上最严峻的考验，一不小心就会满盘皆输，彻底失去在中东地区的优势。